平安、和如、凤菊三帖，以双钩扩填的方式精心摹写三则王羲之书札，忠实呈现王羲之书法体式之美。所谓双钩摹本，是以双钩扩填的方法摹写在印黄纸上，先以透明或半透明的纸附于原作上，双钩字的轮廓再逐笔填墨而成。这件作品包含了三封短信，均以信件中的字命名。第一则为平安帖，内容是向友人报平安，表达思念之情。和如帖，用行书书写，内容为问候友人并告知近况。第三则凤菊帖，为赠送友人橘子之便签，作品点画间充满速度和方向的变化，尤其重视笔画之间的牵丝映带，书法线条仿佛有了独立的生命。透过这类简短如便条的信札，可得知书法作品在当时是如此的贴近日常生活，是联系人与人情感的重要媒介，兼具了实用性及艺术性。